感谢各位在场的贵宾，多谢恁半工过来参加咱今日地南洋基金会35周年的一个特展的开幕记者会。后续咱的仪式即将以55分1:55来到，所以我是不是请大家，现在可以先回到您的座位上。那先回到你们的座位上后，方便我们后续的一些工作进行。感谢。那如果在现场招呼比较没有很周到，也请大家见谅。那有些来宾比较就是在前区之外，后区也是有一些来宾的位置，那我们也是一样就坐。好，谢谢大家，多谢，谢谢你们。那也先跟各位贵宾说明一下，今天大家手上应该有一张今天的节目单的流程，一个简单的节目单的流程说明。一方面说明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一次的特展，二来在这么短的下午的个时间，我们怎么来做安排，那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也是司仪，我是正南榕基金会的执行长，我叫刘露娜。那今天这段时间由我这边来为大家说明一些相关的一些特展，还有介绍我们的贵宾。谢谢，多谢。
现场的工作人员，可不可以请我们的来宾们先就坐？基金会的志工伙伴或工作人员，可不可以请我们场外的工作人员跟我们的贵宾先就坐？谢谢。好，那各位嘉宾，请容我先简单做一些简单的现场的提醒。那因为现在台湾还在受到余震的影响，请容我简单就现在的一些设备说一些说明。首先，我们这个前方这边有逃生，中间有两个逃生的入口，所以到时候如果真的余震有必要，有遇到比较大的摇动，我们的活动我们就会先暂停。那请。就是我们会让第一排的嘉宾他们也先离开，之后后面的伙伴请由后排 的那个门口都会有工作人员引导，大家不要惊慌。然后第二，如果在这个时间点你已经稍后的休息时间需要用洗手间，是在我们舞台的后方有男厕女厕，还有无障碍，还有茶水间。然后另外也要请大家，因为我们的活动即将开始，如果你的手机有声音，有 LINE 有什么麻烦关震动，或者是把你的那个手机先关掉都没关系。那在赖副总统即将来到之前，我请大家，如果今天因为我们的贵宾很多，如果没办法一一在场的介绍你们，请包涵。那我还是以一些前辈来介绍他们好吗？谢谢你们都下，谢谢。各位，是不是请所有的人都可以先就坐，我们的工作人员先就坐好吗？谢谢。那我们大家是不是用掌声来欢迎赖清德赖副总统莅临？谢谢，谢谢赖副总统，今天特别拨空过来，谢谢你。副总统午安。在场的各位贵宾、陈局院长，那以及基金会的郑竹梅董事长、终身志工叶菊兰、终身志工，还有我们久违的谢长廷谢大使，那还有228纪念基金会的薛花园薛董事长，那史哲史部长，那吴唐安吴次长，谢谢你们莅临，还有在场的许多的贵宾，那可能无法一一唱名，可是我还是先唱名几个前辈，有李胜雄李律师、黄华前辈、田妈妈和大家最熟悉的田妈妈，那还有李明前辈，好，
就是也包含基金会的几位董事长，我董事，我一倡议有李明勇董事，然后曹新荣董事，那薛花园董事，还有我们的几位顾问，郑庆华顾问，然后还有徐彰贤顾问，代表基金会来感谢大家莅临我们今天的百分百言论自由郑南榕和自由时代特展的开幕。那今年的很重要，是因为是南榕他离开的第35年。我想在这个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在接续去年的自由文里，我们特别安排了今年的特展。那这个特展能促成这次的特展很重要，是有来自国家人权委员会陈菊主委以及228事件纪念基金会这边的支持。好，那所以首先先把这个特展的部分我们先跟大家做个说明。好，那在活动前一开始，那我想是不是我想要请大家先稍微想一下说，我们今天怎么会在这个场馆？那我们有个比较特别的安排，我们会请曾卡郎，也是我们在金曲奖的新人奖的作者，好，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台语但台语也独立乐团曾卡郎来为我们做一个演出。那稍后我会有一点点时间来介绍他们，还有介绍今天为什么有这样的乐曲的安排。那把时间交给嘉祥。好，大家我是曾卡郎啊，我今日第一条歌要来唱这个林秀妹、林秀梅，还有是这嘉义区的第八巡演奖多宾厅，他的遗孀林秀妹。
观音菩萨救苦救难，洗呀洗，等啊等。信息，但中山感谢咱来自嘉义的真卡人乐团。好，稍一个 part 进展，请容我先说明一下这个真卡人因的音乐。真卡人因本身的音乐结合了传统的北管，是由台湾土地的气味诶，甲这个目屎来做创作。他们透过台湾的真卡
受难孤魂的故事，所以大家刚刚听到的包含了卢炳钦、蔡铁成、陈澄波，都是在228这个事件中之后的一些受难者。他们透过这些受难孤魂的故事，还有阴神鬼神的鬼怪神明来参入歌曲的故事，重点是请我们大家记住这些记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苦难不会随着遗忘而离开，苦难有被记忆才有力量。所以刚刚大家听到的林秀妹这一首音乐的林秀妹唱的林秀妹，就是卢炳钦卢医师的太太。所以在卢炳钦他是同时跟陈澄波在嘉义火车站被枪决的受难者。那如果大家刚刚有注意到，你们入场的时候，入场的右手边有一个在火车站，那就是嘉义火车站，在那边鞠躬致意的，其实就是郑南榕。所以两个嘉义的时间点互相呼应之外，其实那时候郑南榕他们在台南场之后的第三场来到了嘉义火车站，在那边他们要为台湾在228离开的这一些受难者来致意。所以叶菊兰岳女士就有一次就问郑南榕说，为什么是你鞠躬？郑南榕说，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我们来晚了，不是加害者，不是受难者家属，而是在一旁有同理心的台湾人，他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该站出来。所以后来1987年的228的整个他在全台的也是开始这样子的228的平反运动。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在这个场地听郑卡郎的音乐，想一想乃弄做这些事情的勇气天真跟那个决心，我相信格外有意义。好，那接下来我想要把时间交给基金会的董事长竹梅来为大家致辞，谢谢。赖副总统、陈菊燕院长、谢长廷大使、薛化元董事长、各位来宾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代表郑南榕基金会，要谢谢国家人权委员会的支持，还有228事件纪念基金会，借我们展览场地。刚刚有听到曾卡郎的乐团，是代表青年世代如何记忆过去。郑南榕自己在履历上写着，我出生于228的发生的那一年，228对我影响深远。大家也可以知道，郑南榕在1986年争取解除戒严的519绿色行动，到1987年首次公开纪念228事件的22840周年的平反运动，以及到1988年是以爱与非暴力的方式争取台湾和平改造国家的新国家运动。这三个运动其实是有逻辑的，第一，首先必须冲破言论的禁忌，第二，是要真诚地面对过去历史，第三，是对国家未来的想象。所以郑南榕其实也是一边面对过去，一边处理现况，同时想象未来。今天我们站在这边，还是跟他一样，一边面对过去，一边理解过去，同时面对台湾现在的处境，还要想象未来。台湾的现况仍然还是辛苦的，我们时刻面对中国的威胁，可是这些前辈们，包含郑南榕，也提醒我们面对威权抵抗的时候那些勇气。今天我们在这里听他们的故事，不是只是要听他们如何的伟大，而是要用他们的故事来鼓励自己，希望我们也拥有那样抵抗的勇气，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能够真诚地面对自己，
理解台湾的情况，同时对于未来有更好的想象。这次我们的展览叫做百分百的言论自由，为什么在今天还要再提百分百的言论自由？其实这是每一个台湾人还是要持续面对的，对于守得来不易的言论自由要如何的守护，要如何的用负责任的态度，言论也是要有言论的责任的， 并不是没有限制的，要把这些守护言论自由的价值内化在自己的心里，这才是真正的百分百的言论自由吧。这都是需要大家持续的深化以及不断的思考。今天下午还有一场讲座，也欢迎大家留下来继续聆听。百分百的言论自由时刻还是面对威胁，台湾的未来仍然很艰辛，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谢谢。谢谢竹美董事长，多谢，我们请先请回座。好，秀来没邀请是228事件纪念基金会的董事长薛化元薛老师，老师请。赖副总统、陈菊院长、史哲部长、谢大使、吴次长、李董，还有在做台湾的民主运动的先进，还有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在228基金会的国家纪念馆来举行100%言论自由这个特展哈。竹梅刚刚有跟我说，这是228基金会第一次为郑南榕办这样的展览。我说不是的，2017年是我上任董事长以后第一次办的特展，就是228事件平反运动30周年。那个正如刚刚竹梅讲，那就是当年郑南榕主导的一个重要打破政治禁忌的一个重要的活动。我觉得在今天在228基金会来有机会来参与那么主办这个特展，很重要的意义在于郑南榕本身跟228的连结，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个连结的本身是打破禁忌、追求言论自由也是相当重要的一步。那正如竹梅刚刚提到的，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大家朗朗上口，可是对于言论自由的本身要如何守护，有时候是欠缺警觉的啦。各种自由之间彼此会存在着内部的紧张跟矛盾，那要守护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那就务必要注意整个自由权保障的外在的环境。台湾自由的分数在世界早就名列前茅了。我前几天还讲说我们领先美国，我们是9字头，他是8字头。可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自由得来不易，欠缺足够的认识。我们对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了外来威胁，欠缺足够的警觉，这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如果今天举行这个活动，那么当然是为了感念前辈们的牺牲，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汲取教训，要守护民主制度。对于要破坏民主制度的行动，就不是保障的自由的范围。这是防卫性民主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台湾在现在一边纪念过去，一边为了我们的未来，应该抱持这样的精神来看待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最后，谢谢各位长官跟朋友们的参加这个展览的开幕，那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谢谢薛董事长，请回座。好，秀，那么姚强也是这一次的共同主办单位，我们的国家人权委员会，国家人权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陈菊主委上台致辞。谢谢。赖副总统，还有谢长廷大使，包括叶菊兰会长、史哲部长、谢化恒董事长跟竹美董事长，还有现场有很多的贵宾，有很多跟我们长期一起奋斗努力，所有的西中兼外听，所有好朋友，啊，今仔日国家人权委员会。真欢喜，啊嘛应该，这边有机会甲台南荣基金会、二十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共同来举办这边的特别的展览，讲100%的言论自由，台南荣甲自由的时代，讲起来干嘞真简单，真轻松，但是伫遮。爱甲在场所有贵宾好朋友，咱来回想，南荣伫35年前，1989年，伊为着捍卫100%的言论自由，伊真的选择为言论自由殉道。我想伫伊的身躯顶，咱看到要贯彻伊的信仰，坚持理想。这是爱好顶的勇气，啊，加足大的决心，哦，这款的人格，坦白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我看到，我记得郑南榕在4月7号殉道，我记得在4月7号之前，我跟李胜雄律师。还有司马进教授，纽约大学，还有严谨福，我们四个人到时代杂志社，我们当时一直跟南榕沟通，我们会认为生命前他的存在，郑南榕可以做更多的事。总而言之，我们在那个过程之中，就是看南榕公，殉道，他还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价值。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完全不能够理解郑南榕的决心，所以我们看到后来不到一个礼拜，南榕真的是自焚殉道，我当时是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会觉得台湾的社会包括我都不能够了解南榕为了整个台湾社会一块的绝对的理想，100%。哦，他我记得他当时跟我们说：“你去看韩国的学生运动那本书，都知影。”后来我很久都没有勇气去看那一本书。那我现在真的是能够了解“魂而不悔”那样的生命观。我觉得南榕。那样的绝美，我对生命的价值，我能够发挥到今天历史上再不会像有郑南榕这样的人。那时候我记得2012年，我们担任台南市长的赖清德副总统是率先把4月7号定为台南市的言论自由日，那高雄。我们是2013年赶紧追杀，然后2016年行政院正式核定4月7号是国定的言论自由日，真的谢谢当时小英总统，大家对郑南榕追求言论自由高度的肯定，也必须让所有全国所有。大大小小，大家知影，言论自由你即摆有，并不是表示你永远都会当拥有。
今天拥有，可能明天就会失去。我即摆台湾面临足大足大的困难，逐天假消息对台湾严重的威胁，对台湾内部的分化。哦，我想一个月有3000则以上的假讯息在攻击台湾，所以台湾要有韧性。真正台湾要足勇的，不实在吼、哦，真正。台湾面临的危机是足大，所以讲咱在这个时阵来看100%的言论自由，看到乃龙的精神，才感觉特别的可贵。啊，伫遮要甲所有朋友讲，台湾38年的戒严，伫要争取自由民主，足济人牺牲受苦，家破人亡。才有今仔日的自由。吼，啊，我感觉对少年人来讲，即摆自由、言论自由，敢若像空气共款，是应该必然。伊拢毋知啊，这是偌济人拼出来，几啊代人安尼拍拼认真。总共，阮今仔日真欢喜，国家人权委员会会当甲台南荣基金会。为了100%的言论自由，这段台南荣奋斗，包括是自由时代这个过程，5年8个月，伊要安怎把伊的所有逐礼拜准时出刊，在这个过程的辛苦，应该爱予台湾的社会重新去反省、甲理解。啊，所以讲，嘛要甲大家再一次强调，自由民主毋是天顶落落来，自由民主是足济人受苦、牺牲安尼拼出来。来拢讲，讲即摆就属于恁的代志。我要再一次甲大家讲，自由民主人权。100%的言论自由，是咱逐个人爱去甲伊珍惜、守护，而且感谢台农焚而不毁，感谢伊遐尼水的生命观，感谢伊真正无人历史上像即款的付出，讲袂出，予咱毋甘。再一次，啊，祖美，叫咱。加油！感谢大家努力，多谢。好，有这个时阵，因为咱当局主委伊嘛准备一个人权海报，是去年世界人权宣言75周年，国家人权委员会有年轻人的创作，然后特别要致赠给基金会。好，谢谢，谢谢陈局主委跟竹梅。好，那我们。请回座，谢谢。好，多香。好，奥秀，奥秀，陶都啊，陈局主委毛共丢。2012年，首度为4月7号正式这个日子，言论自由日，然后命名南荣大道。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对很多台湾人来讲，特别是政治人物，是需要非常大的远见。而且是需要勇气，这样的远见勇气可以带台湾突破许多关的困难。我想接下来我们就要邀请赖清德赖副总统来为我们大家分享，谢谢。啊，多谢台南荣基金会中心志工咱所敬爱叫咱这电媒董事长。啊！咱所敬听的贾中庭大使、监察院院长、啊局长、文化部司德部长，吼、啊，啊，甲咱在座各位台湾友子、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啊，时间过得真紧，明仔载就是乃龙顺道35周年，
每一年伫个四月七日的前后，咱拢会斗阵做伙，一方面怀念乃龙，一方面感谢伊对国家社会贡献。当然，另外一方面嘛是希望彰显伊的精神，啊，会当予大家更加了解言论自由得来不易，言论自由是台湾重要的资产，嘛是咱应该爱珍惜的价值。甚至我嘛安尼认为，伫台湾按专制独裁黑暗的年代，会当行到今仔日幸福自由的这个时刻，当然这个过程当中有千千万万人牺牲奉献，但是其中丁阿明绝对是值得咱敬重的一位啊！啊，拄啊，大家拢有特别提起。乃龙主张100%的言论自由。如果我若无记唔到，伊的自由时代应该是迄个年代啊。国民党当局抄查上届这边的这份杂志，但是伊依然无改变伊的意志啦。哦，甚至用伊的性命来证明100%言论自由的价值，予咱非常非常钦佩。乃龙不只是在理念上主张100%个人自由，其实伊嘛是一位行动家，社会运动的行动家。哦，他拄啊，德梅董事长有特别提起1986年的绿色行动，1987年的228和平日促进运动，也是1988年的社会运动，其实拢会当证明。那么乃龙伊是有行动力的，啊，因为安尼，咱才有机会凝聚社会上搁较大的力量，一个连接过一个，啊，力量一波连接过一波，所以才有法度达到啊今仔日的情形。但是我嘛真同感，就是讲现主席的言论自由，虽然讲伫国际上的比较，啊，咱的成绩真好，但是咱有若受到真大的威胁，所以未来五二空，我和美琴就职了后，我有几项重要的工作要做。第一，就是坚决守护台湾的主权，因为民主，民主人民做主，有民主才有自由，有自由才有人权啊。但是你若无国家的主权，人民都无机会做主。所以咱要重视追求人权、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的前提，就是讲咱国家要有主权。咱绝对也袂当让过去的不幸的历史再度重演。所以咱一定要团结以赴，连结所有的力量，无论是国内力量，也是国际力量，来守护台湾的主权，让咱的民主自由的制度会当继续延续。那第二呢，咱有不断爱不断反省检讨，而且改进，利用过去所发生的种种伟大事件，来进行社会改造、国家重建，来洗涤每一个人的人心，让大家了解啊，自由并不是天顶掼落来，自由是爱付出代价，所以每一个人在享受自由的时阵，会当确实珍惜这个民主，啊，只有是每一个人有这个觉醒的时阵，咱才有可能建立社会的韧性，抵抗来自不同势力对台湾社会的影响。那第三，就是咱有哪爱不断变换，爱互受苦受难受迫害的人。会当得到平反，啊，会当得到国家的这个道歉，啊，会当恢复因的名誉，这个代志转型正义的工作，有哪会阁继续落去？最后，我嘛要引用啊，西拉一位铁拉家，哦，修昔底德，伊曾经所讲的一段话，伊讲幸福的秘密啊，是自由啦。自由的秘密是勇气，我一句话讲，只有勇气，人民的勇气
人民团结的勇气，啊，因为勇气，人民的团结力量，在确保自由的时阵，人民才有可能得到幸福。我伫遮用最后这段话，含大家共同勉励。啊，最后感谢咱在座每一位过去伫长时间为台湾社会贡献，祝福大家一切平安，努力多谢。多谢多谢副总统，咱请刘部副总统，咱请请刘部一下好。咱后续基金会为着感谢咱赖副总统，伊头拄讲到自由是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致赠自由之翼给赖副总统，谢谢他。啊，也希望后续这个重担他接住了，我们大家一起当他的后盾，谢谢。好，那赖副总统、竹美董事长，我们先回座。那媒体朋友帮我先移动，谢谢，谢谢。好，那请容我先报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等一下往楼上去的展场比较小，所以我们让媒体伙伴他们先离开往上。然后在这个时候，因为很难得，是因为我们这一次参与这一次展出的有非常多的摄影师跟我们的那些创作者，请容我移场。对，所以我希望谢谢哦，好，谢谢，好。过这吗？走廊上也很窄。等一下，那快点。
楼下。他今天来的